存在的证明。那一年，让我们怀揣着希望，一起加油向明天。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。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。有新歌即将上线，那是1月11日起即将在央八开播的电视剧《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》的主题曲《痕迹》。按照开播时间推算，主题曲上线时间应该就在这几天。央视频官微在7日发文说，开启循环模式，周深谷雨天太治愈了，换个角度打开民歌会是怎样的体验，并上传了周深演唱谷雨天的视频，同时贴出了音乐学者田青的评价，这首歌把流行元素和侗族大歌结合在一起，别有风味。周深在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上演唱的曲目，当时舞台一出，声迷们可是接连不断的循环了很久的，确确实实是值得循环的。然后新华社再次带话题并艾特周深发文转发宣传周深新歌。小编翻了一下新华社的微博，进入2024年的短短7天内，新华社就艾特周深发微博共计5次，从宣发跨年舞台到新年主题曲，再到中国好人主题曲，可以说周深的动向基本都有了。7天6次，新华社对周深也是真爱了。天亮就出发，外长得不错，让大美女好吗？周深为国内动画《斗罗大陆二绝世唐门》演唱的主题曲《璀璨冒险人》在2023腾讯星光大上和江苏卫视2024跨年演唱会两次 live 演唱后，仅经历半年多时间，在各大平台迎来新的爆发，目前在 QQ 音乐单平台收藏量突破100万，而在早些天在酷狗音乐单平台收藏量已率先突破100万，两大国民音乐平台收藏量均破100万，日收听量也超100万。这首歌确实火，不仅在音频平台，在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都能时常刷到《璀璨冒险人》的视频或音乐。《璀璨冒险人》由唐雷作曲，这首歌歌词很热血，旋律非常好。周深曾在多个场合演唱了这首歌曲，现场 live 可谓又燃又炸。大家都知道，周深除了唱功厉害之外，他的每个 live 舞台都稳得吓人，每次 live 演唱都是歌曲出圈的机会。《璀璨冒险人》本就非常好听，热血而励志，在连续经历2次大型晚会的带动下，火速出圈，也算得上水到渠成。在此，周深的百万曲库中又增加了一首百万收藏的歌曲。截至目前，周深在 QQ 音乐单平台的单曲达到百万收藏的歌曲已有37首，而在酷狗音乐的百万收藏歌曲也是高达25首，而千万收藏歌曲两个平台都有2首，分别是《大鱼》和《起风了》。最后，希望周深的歌曲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，他的好听的歌曲实在太多了。希望有更多的歌曲能像《大鱼》《灯火里的中国》《若梦》和《璀璨冒险人》一样，成为很多人歌单中常听的经典曲目。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，一切都顺利。身体不适的状态哦，他刚才进棚的时候还是这样的，然后他一走上舞台他就是这样的。所以非常感谢每一位给我力量的你们，谢谢周深，给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好不好？嗯，来，我觉得
龙年哦，但是新年还暂时还没有到龙年，但是播出的时候就是新年了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哦，那就祝大家在龙年龙腾虎跃。好像是想出这个有点动作的哈，要运动的龙腾虎跃，龙腾虎跃。哎，好，刚才你这个动作已经摆出来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每年杨花远航大湾区这个新年音乐会上的海浪舞。海浪舞，来来来，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来到舞台上，专门来拍摄一下周深的这个海浪舞的动作。谢谢谢谢，你们要不要看？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个很正经的舞蹈一样的，哎，对对，小新老师，老师对你来说应该就是比较专业的了。谁说的？我可是就是可以做一招一式尽显专业。对，要知道周深曾经是学过芭蕾舞的。是的，不行不行，不能一伸出手来就能看得出来。唱跳歌声，这是可以是吧？对。在那个杨花远航大湾区音乐会播出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这个做成一个集锦，就是所有的音乐人的一个海浪舞的集锦。对，同心圆也有。好，没有音乐的干跳是如此那不如场下的朋友跟我一起吧，我喊三二一，我们一起好不好？对，台下的跟大家一起跳，包括我们的艺术家们，如果可以腾出一只手的话。好的，不用了，我看见了为难的表情。好，朋友们，第二跳龙腾虎跃，三三二一，哟！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朱军，谢谢三，好好休息，保重身体，注意，好，保重。再见，再见。就是要 surprise 的，你俩跳舞，光说的。好，你跳我就跳。老师，您先休息。一起想一想。